Hello Girls Mood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JW 王浩儿。我是一个很双子座的女仔，我的爱情观是如果很喜欢的就真的很爱，如果很憎你的就真的很憎你。我想在爱情里面最好的就是 You get to date your best friend，即是你的男朋友是你的 best friend， 这样就是最好的，因为你什么都可以说。那最不好的就是 cheat 咯，我想这个已经是最，因为当你一 cheat， 你所有东西 你的信任、你所有 build up 的所有东西就已经没了。我不完美，但我可以。我的友情观，我觉得友情是一定要用 effort 去联系住的，即你不可以 take your friends for granted。下个月的11月14号啦，我就会做这个 Move Life 的音乐会。今次我们选了女生代言人这个主题，其实是因为过去出过的一些歌啦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歌词上是有些共鸣，我都想透过这个音乐会去跟大家聊聊天啊，讲下我的爱情观啊。是多一次期待，我想感受最大可能是三部曲啦，同埋小故事咯，因为小故事都是好像一个总结嚟嘅。人生入面其实你怎样都会有些上上落落，但你最重要是你要坚持，你坚持到的话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小故事。Girls Mood 的朋友你们好，希望呢在11月14号在我的 Move Life 音乐会上会见到你们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八下。其实男仔都可以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男仔可能都不了解女仔，那你可以 through 这个音乐会去了解一下女仔。所以其实这个音乐会不是只给女仔的，男女都好。所以希望11月14号可以在海洋公园见到你们。